第一个马英九是现任的元首，他是以他的教育基金会哈，而去大陆跟哈所有的学生做交流哈，完全是以文化教育为目标了哈，而且他也特别规避哈政治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哈，甚至呢哈啊不去北京，也不谈论任何政治了哈，所以我们想单纯的就以文化教育来看待这件事情哈，不要有过度的这个政治的解读哈啊跟扩大的解释，好不好？